狂兔战队 ，Let's go！ 珍贵 VIP 表示我很珍贵，好，我要取消你的 VIP 了。OK， 我们上次是到打完比赛嘛，对不对？我家的江哥，那只是星儿，这些就这一个够。然后开始越战高手，哦，63了够。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够。然后我们再去参加比赛，打这一个吗？打吧，打赢打输打输再说。然后我们还要再建造啊，有在建造这就好了，应该没有赞助商了吧？教练再灭完他吧，反正没事做 ，Go。我发现我的那个这两个东西真的好虚啊！救我！98，说我很坏，哪有？我人好好吗？脏。哦，差不多了，再做一次 ，Go。可以了吧？更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我讲真的。Go， 再一次 Go。反正我们今天就是，还是 Go Go Go， 把东西用好就对了。所以我们三个东西用好了，这个嘛，给你一个，就不知道什么加什么东西，像这种，先给你一个 F 走位好了，好，我是单纯在紧张不爽而已。还有这种理由的吗？其实战士上单给我们家上单也不错，他都玩战士类的，我记得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啊，你看他都玩战士类的。其实说给，其实说给他耐心也不错的。完成 ，OK， 好，又有新的赛事，看别人有，当然要跟金银钻节操。你这样真的好吗？走吧，上次输光光，这次全赌了。怎么每天这样全赌？几时才会上万啊，孩子们？跳过吧，走吧。哦，先背掉你这一只，不管。S 级的，但是还没有 S 的那个什么。OK。哇，这样搞到我不知道背什么哎。背掉这一只吧。哇，我这样搁那个被背了，好尴尬。先拿走这一个，因为他这一个哦，
不行，要先给他拿这个。然后再拿这一个，跟这一个。哇，班什么都不对啊，这个。变成你这一只吧，精准 ，OK。这个刺杀器，叫号是保护，刺杀跟保护，有我有办法弄上来，可以。所以就这一只加上这一只吧，好。哥哥，打不赢，不要回来。哦，插入开杀了，正常发挥中。冲入差点死，正常发挥中。啊，我上路死掉了，好不正常。哇，上路卡爆了呢。哇，这真是有点艰难。哎呦，中路死三次哦，中路，哔哔哔哔。太多次哦。上路哔哔。下路表示很难 carry 的哦。请你们放尊重一点哦。DC 死掉，我们就要回了。我的天啊！哇！我突然看见，我才看见，好像看见我 ADC 被秒杀，是不是？我的天啊！巴龙被拿喽！亚路塔又被推了，各种分推了。哇，我觉得我们这场要输了。烤肉吃自己啦，还吃烤肉，我的天啊，上路输掉哎、欸，你敢信？哎，上路一个输掉我们就炸啦，耶！人头我有爆发、啊，爆发还是输啊？就算再爆发下去，我也是觉得输啊。其实我们也按了。哇塞，这小肉，这小肉基本上在跟我作对那种感觉。
就不行，这一群家伙有点糟糕。尤其是那个叫中路了，啊，中路换人了吗？该换人喽，要换谁好啊？我又好不想改，中路就只有这两只可以选。我可以拒绝吗？而且花费好高哦，看到那个花费我都怕怕的。中路哦，哎，那中路会让人头疼。上路也是一个问题哦。魔法之美30秒暴击泡泡，所以那个的意义在哪里我也不知道。讲真的，我十分不愿意念这个中路，来，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哎，但还是要念他，爸太烂了。熊真是好棒棒，哈包。哦，好了，再一次 ，go。这个嘛，这升上去感觉没什么作用。这个吧 ，OK。看看哦。为什么有一种感觉，就算下路变强也 carry 不了整场？我有这种感觉。细血药吗？点吧，成伤伤害，我们就点伤害好了。就算想也要看看你的选手给不给力，我用手指捏一捏算一算，我觉得他们十分的不给力。再打输不要回来吧，孩子们。不一定都在耍霸气霸气，耍的吧，这些孩子们。再打输不要回来啦，真的。看不下去。
哇，创门笨傻波是怎样？这个他们刺杀有点低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让你们刺杀再低一点。不给钱，不给钱。啊，我们是一个问题，我要怎么选？我选这个的话，保护可以在一控制一不够，刺杀一控制二不够。如果我先选这个的话呢，我看看哦。哇，讲的不够呢，好棒呢，完了这一次。打游走吧，上路莫名其妙打赢了，上路莫名其妙被冲进江哥里面了。哇塞，这江哥凶巴巴哎，可以。吼，路过剪个头，你看那个江哥。哇哇，残血器。去跟上海经营是什么一回事啊？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这江哥到底想怎样啊？等一下，怕爆，真怕爆！又追着打，又追着打，又追着打，要追到塔里面，好不好？很恐怖呢。对面打巴龙，然后反而是我们在推他，是怎么一回事？然后他们开始送了，我们队友又开始送了，可能是蛮不意外的，但是看到都好烦哦，可以不要再送了吗？我再这样个表示，我不管你们，我要先弄兵。我天！可以，吼！你看那个江哥的那个伤害，怕爆。行，可以。哦，终于打赢了，是不是 ？OK。